Hello，大家好，今天来为各位介绍一个魔术灯泡。那这个魔术灯泡呢是蛮神奇的啊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哈，它大概就是这样子啊，这是 LED 的哈，12瓦啊。那上面它有一个英文字母嘛，LED 哈，Emergency 啊 Light 啊，就是紧急灯啊。那平常呢，我们可以将这个灯泡哈，放在我们的墙壁上啦，或是天花板上哈。那譬如说，我们一般来讲都锁在这个插座上嘛哈，小夜灯的插座。那你平常呢，在使用上，这个可以关灯开灯嘛。那一旦你遇到这个停电的时候啊。你就可以把这个灯泡，我们譬如说这边停电了，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灯泡拿下来，那这个灯泡拿下来了以后，你可以拿一个湿抹布哈，湿抹布，不要太湿，就是有湿就好哈，你把它包着它就亮了，就只要这两个点呢互相接触，它就会亮了。那这为什么会亮呢？因为它里面有一颗蓄电池哈，大概可以亮4个钟头。那你如果说这个在紧急的时候要拿着使用哈，你要将你的手沾湿哈，你手可以沾一点水，大拇指啊，食指沾一点水，然后一 touch 就亮了啊，有没有看到？那你也可以来跟小朋友玩魔术，来，你看，来，你看灯泡放到你头上就亮了，是不是很好玩呢？那一般来讲，我们也可以外出啊，露营啊，也可以拿到外面去做一个露营灯哈。那如果当露营灯的时候，你可以买这种开关，这个挂钩的哈，再把它锁上去，这边有个那个切换的碎脊哈，好像吊着就可以当露营灯了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是相当理想哈，那可以做这个普通的照明，又可以做紧急的一个灯泡的使用，那非常方便。那希望你也会喜欢。那以上跟各位介绍到此，谢谢各位观赏。再见。